您觉得自己是大小姐吗？我没有听过郭董这样子说过呢。赖副总统虽然已经是民进党的参选人，会不会教授他一些 people 呢？那对于赖副总统啊、我可能他是我想告诉各位一件事，做总统是不能被教的哈、哦，做总统是要展现自我的能力，跟我们社会大众产生那个共鸣才是重点。下一题，还有啊，哦好。总统你好，东森新闻一如想请教，就是有舆论把2024年总统大选定位为战争与和平的选择，那投给民进党就等于投给战争，总统你怎么看？战争哦，不是全世界的选项，也不是台湾的选项哦。我刚刚有讲到，维持和平稳定的现状，不仅是全球的共识，也是我们台湾的主流民意。那么这。也是我们不分党派的共同责任，更是我们两岸的共同责任，也是我们全球的期待啊。那台湾的任何的政党跟政治人物都应该在这个共识上共同来努力，而不是为了选举的利益来贩卖战争恐惧，甚至利用恐惧来煽动台湾人民，拿我们的自由民主去交换。下一题 ，TVBS。总统你好 ，TVBS 邱婉柔，想先问一下，您觉得自己是大小姐吗？那另外还想问一下，您刚刚自己有说，就是一年做不到的事情，希望一年加四年。那不过现在就是赖副总统虽然已经是民进党的参选人，那有个困境就是您的年轻人支持度好像无法能做全部转移到他身上，会不会教授他一些 paper 呢？我没有听过郭董这样子说过呢。在我的跟他共同努力的那段时间呢、哦，我们确实也一起希望达成全民对我们的期待，也就是能够顺利的取得 BNT 的这个疫苗哈、哦。那段时间当然有起起伏伏，还有碰到一些困难跟障碍，但是我们也都一起去把它克服了。那我也希望我们的记忆能够留在大家共同努力的那段时间哈、哦，那大家一起努力的那段时间是一个美好的记忆。那我要回答这个选举的问题嘛，但是对于赖副总统啊、哦，我可能比大家了解的多一点，因为我跟他有。漫长的共事的经验哦，那赖副总统有他自己的风格啊、哦。如果大家多了解他，就会觉得他是有很多的特质啊、哦。他适合做国家领导人。那我也希望赖副总统在各方面多跟社会来展现他的特质哈、哦。那他是我觉得他有很多的特质是我们社会所希望看到的，也在透过这个选举期间，我希望我们可以更深刻的感受到他的这些特质。下一题，还有啊，哦好，来，不好意思，忠实，好。我是中国时报曾益平哈，您刚刚一直提到的就是对于下一个领导人的特质，不过我们比较想要再追问的就是说，您累积了三届总统选举的经验，您要如何的做给传承下一个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副总统呢？那您也是民进党最懂选举的人哦，所以你想要用什么方式，可不可以直接跟我们讲一下，要告诉赖副总统？谢谢。哎，你说我是最会选举的这件事情，我看社会会有很大的分歧哦。那我是很感谢，在我选三次总统的过程中，有很多人的共同协力哦，那也有很多人的支持跟期待哈、哦。那作为一个选过三次总统的现任总统哦，我的心里是充满了感激哦。那当然在这三次的选举过程中，
我们也累积了相当的团队跟经验哦。那这一些所累积的团队跟经验，很大的程度都转换成我们执政的基础哈，所以它其实就一直在我们的执政的过程中一直在延在累积。那么同时我们在执政的过程中也找更多的人来共同努力把这个国政可以做得更好哈。所以我作为候选人跟现在的总统，我想告诉各位一件事，做总统是不能被教的哈，做总统是要展现自我的能力跟我们社会大众产生那个共鸣才是重点。